妈，女儿，外婆好。回家了就别走了，大城市太乱，人也不可靠。您的馄饨。小英回来了啊！是啊，我也听说这家店特别火，人特别现在是神界早间播报，人间近年对神界的封闭和不关注所造成的神界经济危机没有改善的迹象，神仙的失业率继续高起，失业神仙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各地爆发抗议活动。神界管理层表示，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局面，神界求变求生。天宫电视台，天宫电视台，我们正在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小童，小童，大哥，你看孔明灯昨晚又飞来了，人家还记着我们呢。玉磊，他们放着玩呢，不是为了我们神仙。还是罪犯老寨。爸，你干什么？这是人间的声音，你差点跟人间来往。那是音乐，那是机器。音乐是人间来的，机器也是人造的，万事谨慎些没错。从前我们常去人间，怎么都没事儿？从前是从前，上面有规定，我们就得照着做。对。徒弟，您怎么来了？从前神仙保护人，人敬奉神仙，但最近这些年，人间不理睬神界，神界也有了这条规定。有些专家说，只要神仙和人说话，有来往。
场就有大灾难。是。这兄弟俩打扫的还挺干净。大哥，我们天天耗在这儿到底在干嘛呀？管他呢，反正人间不需要我们，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在这儿守着，原地待命。那门神还有什么价值？价值？现在神界经济形势这么差，有份工作就不错了。不错，我们每天这么过有什么意义？我就是一工作，哪有什么意义？没意义，我们还是门神吗？如果不是门神，我们是谁？你。哪只神风把您这么早给吹来了？我给您煮杯咖啡。嗯，你见过谁睡前喝咖啡的？特大味道。哎，是是是，这大白天的，忘了您是巡夜的夜游神。那一份快递。上面说您来玄都之行。给你们的一份新命令。天空神力资源管理部第108101043104116099104079111号文。为了实现神界战略转型，加强管理，管理部决定：一、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夜游神负责检查。好，神界也要跟上现代化管理的步伐了。以后我每天午夜准时来打卡。午夜？午夜怎么了？经济这么差，我每天夜里巡逻还得兼职送快递，就无业。二，实行严格的指标化管理，门神之位的考评指标以神图玉垒驻地最近的人家小镇张贴的年化数量为准，如数量为零，则解除门神之位。小镇上还有多少人贴门神年化的？1000？100？一？一？刺激！哦，这还有一封。培训通知书，神土玉垒。对了，秃顶老头，你在洞穴山干什么呀？没干嘛，没干嘛，来他们这儿串门。挺好，省得我都跑一趟。特令神土玉垒土地，即刻前往神仙再就业培训所接受培训，已被转岗。转岗。秃顶老头，原来你也危险。再就业培训，咱们神界管理层对老员工真是仁义。走吧。咱们好久没来天宫了。天宫是你说来这儿的。天宫。凌霄宝殿，你看，虽然神界靠人间供奉，但不管人间怎么改朝换代，哼，凌霄宝殿每朝每代。一层层往上盖，越盖越气派。好好培训。
哎，接过接过，哎，抱歉。哎，接过。哎呦，哎，哎呦，铁拐李，抱歉抱歉。哎，你八仙都来了。哎，何结果韩湘子，哎，好久不见，黑管练怎么样了？我说人剑离我们神界越来越远，由他们去啊。哎，那可不行啊，这离开了人间哪还有神界呀、啊、人间都没人用灶了，大家都烧电。哎，农民都住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了，还有谁供我这土地爷？哈！谁知道这是什么时代？我，这是很好的时代，变革的时代。变化很痛苦，变化不可怕。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优秀的神，学会翻篇，享受翻篇，热爱变化，拥抱变化。来，来点正能量，我们一起来喊。我爱变化，我爱变化，拥抱变化，学会翻篇，享受翻篇。嗯，好，不管你们以前有多大的功劳都没用了，现在开始听我指挥，积极配合，你们就有机会继续做神仙，否则只有一个下场，下岗。下面我们请成功转型的财神爷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大家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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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我觉得神仙要威严，要有距离感，我错了，时代变了，怎么让人继续相信我财神爷？神仙不能和人来往，但要掌握人间动态，总之就是人间炒股我炒股，人间西装我西装，人间跳操我跳操。鼓掌鼓掌。向财神学习，解放身心，放下自我，我们一起来跳改变操。一个好神仙啊，来让培训所啊，马上就能发现更多前进的可能啊。两个好神仙啊，来让培训所啊，马上就能发动更多优秀的机会啊。走，站好了，站好了。嗨，玉磊，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没想到。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哎，金灵神。天呀，来到黑石谷呀，大圣就能把握更多优秀的。哎，玉磊。你也来培训？对呀、啊，你们兄弟俩还有份工作，我刚被分配了个新工作，还不知道干什么呢。哎，忍忍吧。大家的表现很不错啊，很快我们会给大家寄一份对大家现有职位的评估。职位不符合需要的，我们会重新安排新的工作。但也有表现不好的，比如你。我土地爷，你的改变操跳得太勉强了，你不想改变吗？改什么呀，我都一把岁数了，就想当土地爷。太固执，没办法。土地爷，我只能给你打一个不及格，你下岗吧。我下岗了。土地，你下岗了。我得收回神界的工作用品。工作用品？什么工作用品都没有。当年我升天后就给我发了这件袍子。
这样啊，那也得收回啊。走。升天的时候，他们说我成了长生不老的神仙。现在不是土地了，还算是神仙吗？不是神仙，长生不老有什么用呢？没想到在这里又看到了他。徒弟，这是什么呀？被遗忘了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神和人的故事。年年，看这些壁画。年是远古怪兽，威力无穷，变化多端，每次出现都天崩地裂，搅得神界人间大乱。太上老君施展无穷法力，好不容易才收服了年，担心他再次出来作乱，加了三个封印，把他封住了。可是年被封住了，天下太平，时间太久，人间神界就都不记得我们的作用了。原来如此，我们去把年放出来。为什么？如果天下乱了，人间又需要门神的保护了，这样神界人间才知道我们的重要啊。对对对，我们去打开三个封印放出您。哎，可是玉磊，我们是小小的门神，哪有太上老君的法力呀？这年要是出来了乱了。徒弟，这三个封印在哪儿？你想去就去吧，都在人间。人间就在小镇附近，你拿着这树叶，他会带你找到他们。找到后呢？找到了，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打开封印。徒弟爷，你从前是人，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很脆弱，生老病死，特别没耐心。不过也因为没耐心，他们总在找新东西，有趣的东西。有时候我还挺想念人间的。其实神界经济形势不好，也是个转型的机会。是啊。哟，这不土地爷吗？连袍子都没了，下岗了。吓得好，就该我们新一代神仙上了。就是，小英早，雨儿早，早，今天要什么馅儿的馄饨？我要不吃馄饨。他们家的馄饨一直就一个味儿，我要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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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馄饨，谢谢。
全新上市的特级雪花牛肉饭来。买两份还送一件汽车玩具哦。哇哦！里边请，里边请。师傅，能不能麻烦你们把车挪个位置？声音太大了，影响我们客人用餐。师傅，拜托了。师傅，就那么点着点生意，要关门了吧？还影响生意？切，就哪个小破店，我们这车打个喷嚏就给你震塌了。你们怎么了？这动手啊！行，三连分，去，还跟着跟踪。哎呀，妹子呀，你一个人照顾这个店太辛苦，你需要一个照顾你的人。谢谢你，我自己挺好。生意不好做吧？你这个店成顿这么一碗碗的煮，屋里屋外七张桌子，一天翻不了一次桌。扣除水费电费食材，这每天都得亏呀。这锅老汤听说熬了100年没断过火，好，真好。但这都什么时代了，你们店缺什么？科技。那远亲不如近邻，我都提了好几回了，亲上加亲啊！你嫁给我，这个店面呢也盘给我，我们一合并啊，你的馄饨店就不用干了，独家快餐店面立刻扩大一倍，我们就是本镇最大的餐饮龙头。叔叔，来碗馄饨。啊，雨儿真懂事。啊！哇！大哥，俺们这戏演的还可以吧？去去，给我拿水去！快快快快快！哎，大哥，给你水。跟你们说过要像街头老大，你瞧你们那怂样！城里来的，谁稀罕呢？一会儿走了。妈妈，我们能回去吗？我不喜欢这儿。雨儿，我们不能回城里，这家店是外婆留给我们的，我们得在这里看着。墙上这么多画像，我害怕。哎，雨儿，他们是你的外婆、曾外婆、曾曾外婆。那他们和我们一起都住在这儿。这里是你的家，我的家，也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家，你的家，不是我的家。这什么都没有，我不愿意在这儿。雨儿，哎。
没想到这夜游神还真天天午夜来考勤啊！弄点夜宵提提神。哥，我们去人家找年吧。哎，那就是一故事。你就是什么事儿都太认真。你不想继续当门神了？哎，咱们都老员工了，上面一定会安排好的。要相信玉皇大帝的智慧。你看着年羹，能伸能屈，盒子里蒸出来就是方的，碗里蒸出来就是圆的，不管圆还是方，年糕都一样甜，一样黏。要像年糕，兄弟。嗯，考勤考勤啊！对了。长了长好了，干嘛了？严格管理就是好。你们的快递。当前职位门神，当前职位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基地，玉磊，我们要干不下去了。不过也许啊，应该会安排个新的。那还有什么别的职位？啊，对了，厕所，厕神，人家怎么能不上厕所吧？玉磊，谁负责厕所？三姑啊，三姑，云霄、琼霄、碧霄，她们三姐妹。三姐妹，仨女的，那不合适吧？那还有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别的？窗户、地板、天花板。哼，玉磊，干什么？我要去人间打开那些封印。我要看看年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你疯了！玉磊，别冲动，忍，忍忍就翻篇了。凭什么要忍？他刚锻炼完，他洗澡去了。慢走啊，您慢走。你是我们这儿的。
我算是这儿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我保护人间。哦，你是保安？有点像，不过人间好像不太喜欢我的保护。嗯，我喜欢。你留着，他能保护你。嗯。规定，和人说话了，天没塌，地没陷。我把什么都扔了，又能怎样？哎，你去哪儿？方来不亦乐乎？哎，巨灵神！这次慢点啊！最牛的神仙是谁？关键是他会读《论语》，他有文化，这就是我向他借的。巨灵神，你在这里干什么？哎，在这儿守一个封印，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这个封印封着年，是吧？年，那是什么呀？哎，玉磊，你来这儿干嘛呀？来打开这个封印。太好了！哎，你打开这封印，我就不用守了，太无聊了。哎，谁派你来的？没人派，我自己。
你自己就到人间来了，后果很严重。没什么，你必须要办这事儿。必须办。啊，这可怎么办呀？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可怎么办呀？这不行，兄弟也得打打。我还是挺猛的，连这都能砸碎。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水了，我们欠的水费付了吗？付了，本来要电话费水费一起付的，钱不够，我先付水费了。我去上学了。奇怪，怎么没水了？小叶，没水了吧？我那儿也没水了。这个是在设施，我得投诉他们去。哎，你这没存水啊？那怎么办呀？没水你今天怎么开业呢？是，我得去打些溪水去。溪水也干了，特别怪。我一早起来就听说溪水全干了，一夜之间没了。是吗？那可怎么办？哎，供水公司说了啊，得过几天才能恢复。我那儿呢有个蓄水塔，是吧？存了一些水，我先给你一些，好不好？那怎么好？我今天不营业算了。那不行啊，你们店百年的名声，怎么能说不营业就不营业呢？我给你接根水管过来啊。快点来接水啊。好，那谢谢你。有水了，谢谢。
您慢用。谢谢啊。举报说，你这家店不卫生了，好多客人都吃坏了肚子。我们店从来没发生过，我们看上去你们的卫生做得挺干净的，可是原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一直都是这些原料，都没事的。举报人讲，你这口锅里的汤已经烧了100年了。不卫生的呀，这是我们的老汤，祖传的味道，从来没断过火，不可能不卫生。找不出原因，看来好像只能是这口锅里的老汤了。你能处理掉它吧？绝对不能。保不住了，保不住了。神婆，哎呦，坏了，坏了！雨雷闯祸了啊！你他把我看守的封印给打开了。封印？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得赶紧消失一阵子，躲躲风头去。封印开了。哎，对了，你自己也要当心啊。哎，巨灵神。看，我们今天停业。妈，今天是万圣节，我们去外面玩吧。不想去。妈妈，去吧，出去散散心去。我们到了这里以后都没有出去过，我好想去。你看，他都穿好万圣节的衣服了。走吧，走吧。好吧，那我们穿什么呢？
妈妈。
对了，今晚我有个约会，就不来打卡了。啊，是吗？难得难得，你好好约会啊，好好约会。你们哥俩好好待着啊，不许偷懒，别动等。那是那是，您放心，您放心。哎，您慢走啊，慢走。想说什么呀？我还有急事儿呢。哎，这不……哎，跟我来吧。衣服啊，太酷了！挡雪，多么好的办法呀！我应该也可以把我那套拿出来用用，就是那天我穿的那套孔雀服。好吧，我一会儿就到你们的店里去看一看，如果卫生情况好的话，我们就把前面那段时间当作停业整顿好了。耶！哇！妈妈妈妈，我们得赶紧做卫生，卫生检查员一会儿就来。啊，是吗？这么久都不换衣服，这么脏，过来换身衣服。换了衣服，有点人样了。给。那是外婆的老年画。老年画，画上的是什么？门神呢？门神是干什么的？门神是保护家的，过年贴幅门神的年画，有了门神保护，家家户户都平安呢。门神这么厉害呀？
还不错，行，那就重新营业吧。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这是您的馄饨。哎，好嘞好嘞，马上来，您稍等。欢迎光临。哎，我和人说话了，世界没他呀。今天谢谢啊。没事没事。哎，雨儿，我先走了。我知道你是门神。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是门神。哎，对对对。我特别着急找他，特别重要。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嗯。啊？啊？你是何方神圣，到此乱闯？啊！你是玉磊？怎么是你？我在这儿看守一个封印。你不是花仙吗？人间的花都在温室里用机器养着，不需要花仙呵护了。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打开了一个封印。封印？对，另一个封印。你为什么要打开它？你为什么要看守它？我不知道。天道神秘，不需要我知道，我也不用知道。可我知道，我也知道我要打开它。玉磊，你总这么固执。那次你在桂花树下等了我七天七夜，你知道
我为什么没来吗？为什么？因为你自私。听着，这么多神仙，你为什么一定要当一个门神？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神仙一样，找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位？我不想跟一个小小的门神永远在一起。我喜欢当一个门神。玉磊，咱们不当门神了吧？搞成这样了，这就是必须要有的代价吧？代价？你看，这也是代价，这也是必须要有的吧？雨儿，你告诉他，上一个封印打开后发生了什么？水停了，溪水干了，到处都没水了。他们家的店差点因为你关门，你知道你影响了多少人吗？你知道这事多危险吗？哥，抱歉。哎，玉磊，拿着太危险，还给我。下回他打开封印，我拿着这手里剑就能找到他，拦住他。哼，还给我。他不负责任，他自私。我不管，还给我。哼，我不能给你。神荼，
爷爷，隔壁店什么时候开门呢？这里好，这里又健康，又卫生。我不喜欢。圆儿，哦，来碗汤。好的，您稍等。这是您的馄饨。哎，爷爷，这是什么呀？不知道，这红色的，吃了几十年他们家馄饨没见过呀。爷爷，今天的馄饨真好吃。我还要。小心，今天这馄饨香而不腻，甜而丰富，回味无穷。好，再来两碗。哎哎，我也要一碗。来一碗，来一碗，给我也来一碗，给我也来一碗。轻卫生问题啊？没事儿，梅花这么干净，客人们吃了都没问题啊。不是，我们把所有的梅花都已经用完了。镇外的梅花林还有很多梅花，没关系。梅花林里没有梅花了。没有梅花了？为什么？没有梅花，还有其他花。没有其他花了，还有其他调料。妈妈，你要改我们的祖传配方。对。但你一直说的这口汤是曾曾曾外婆那儿一代代传下来，100年没有变过了。世界变了，口味变了，我们也得变。香了啊！谢谢。你先去。今天的馄饨真好吃，我想再来一碗。真香啊，雨儿。这是什么？这是年画送你们的。年画？年画是干什么用的？雨儿，你来我们家玩吧，我们一起拔竹笋去。
对，他们都是你。你是谁？一个凡人。凡人怎么认得我？当然认得，所有这些一张张的画都是我画的，一个个的神像都是我捏出来的，他们都是你。你是谁？我只是一个人，世间的凡人。你一个凡人，怎么知道这么多事？神仙，要不从人变来，要不就从人的心里长出来。人知道神仙的事，比神仙们自己还更清楚。这些雕像，都是我。他们的新配方怎么弄的？把这些配料都拿上，回去研究研究。百年老茶，哈哈，我让你来一把水漫金山，汤漫混沌剑，哈哈哈哈哈哈！啊！我都看到了啊！你这个坏蛋！我是门神，我得保护人间，保护鱼儿，我得拦住鱼雷。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是我的衣服啊，谢谢。你在哪儿找到的呀？真不好意思，谢谢啊。你的衣服？那你身上的呢？都是你的。你骗我！你吃了龙家心灵丹，你敢骗我？玉雷到底去哪儿了？你保密他多久了？你个小小门神，我要上报，把你们统统开除神籍！人间听你，你成长一万张年华也没用，开除！开除就开除，我翻篇了。哎，
啊，那扇门呢？啊啊，那扇门去哪儿了？百年老仓，老的就好办，没有新的哪有老的。把新配方给我配出来。我不。哦，你会。我就不。你一定会。我就是不。你就是当然会。神荼，我去，怎么又是你的大家伙？大门神，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当然，我是门神，我保护你。玉垒，第三个封印在哪儿？对对，第三个封印，打开它，你就会放出年。你不害怕？天下事，分久合，合久分。就算粘不出来，也总有别的什么东西要出来。既然这样，那人间神界为什么都这么害怕粘的出现？不管人还是神，面对改变都需要勇气。神仙有神力，但未必有勇气。你还是要打开封印。对。那个封印就在这里。自己从何来到哪儿去，是真还是幻，何况凡人。再打开封印了，就算你不管神界会怎么样，我也不管了。你想想人间，想想雨儿，他们需要一个平平安安的生活。
这最后的封印不打开了。既然神和人都是虚幻，我怎么能为了一点虚幻的自己去让人间万众不得安宁。
守着的就是您。我们是门神，除灾灭祸，保护平安的门神。不管我做了什么，我是门神，我还是我。Ah!
哎，玉雷，你看。上的山都是什么呀？不知道啊，真是奇了怪了，这不科学呀、啊！不会我们都看花眼了吧？全体一张。哎，我刚看见我活过来了，真的。嗯，那不可能。这个这个，阿明看见了，不管怎么样，回家。也天年回家牵年画去了。别牵画，走，咱回家牵年画去。玉雷，老大，老大，嗯。
界管理层决定重新评估神界岗位价值，评估期间再就业培训所暂停。为什么呀？我听说这年又出来了。这下他们该知道我们的重要了。夜游神，送他们俩去哪儿？他们俩都说不记得封印怎么打开的，我把他们送去王母娘娘那儿，看能不能用什么法术帮他们恢复记忆。那神徒和玉垒呢？送完他们，我正要去神徒玉垒那儿。哎，夜游神，你见多识广，这年到底怎么出来的？女的，我哪知道？如果有人知道年要出来，可是啥也没干，没阻止，那得担多大的责任啊？至于我们，您不用看守了，我们创业开了一家神界小吃店。哎，徒弟，你在他们这干的还好吧？好好。哎，玉雷，不是。